哎，老公。啊，都快死个！ 沈松明会不会忘？他妈遇到你超衰小哎！叫死给还是叫老公？老公。在大声一点。老公！你上辈子是他养的狗。你有没有什么遗愿还没有完成的？壮士毛毛的人到现在还没找到。这么晚。有了这些证据之后就可以回去申请车手票。被盯上了。 我告诉你啊，那你在前三年，我从来没有到过啦。刚才那不是一个人啊！不敢相信，都是……啊！我带来的，我带走的。 旋转跳跃不见，生肖看不见，你沉醉了没？